大家好，我是小斗。在海边，每当落潮以后，在沙滩上面就会有很多的小洞口。今天我们到海边过来看一下，这些小洞口底下到底有什么好东西。走。这片沙滩上面小洞洞就很多，我们在这边挖一下看看。这边有一个洞，咱们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开始挖它。哦，这个洞是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跟一个小海虹似的。这边发现一个洞口，跟其他的不太一样。看这一个洞口。这个洞口看起来比较长，其他的有点圆，我们挖下看看。哦，捉到一只海豆芽。哎，原来这是海豆芽的洞口。看，看这一个洞，看起来像个螃蟹洞。这一个看起来应该是个螃蟹洞，挖下看看。哎，还真是一只小螃蟹。看，哎，快跑吧，走吧走吧走走吧。这个是什么洞啊？过来看看，好特别啊。这边有两个这样的洞，这是什么洞啊？挺特别的，挖下看看。哎呦，挖不动了。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这一个是那个海蜈蚣的洞口，咱们今天带的工具不行，肯定挖不到它，可以挖一下试试。这个肯定也挖不到它，估计早跑了，挖挖试试。看，跑了吧。看，这边还有一只小泥螺苗，正在往沙里钻呢，挺可爱的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不过有好多来玩的。看那边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，以后给大家分享更多原生态的海边视频。我是小斗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